对，然后呢？他们除了这个以后呢，还有什么？然后什么鸡腿？不是，三个字。炸鸡腿。对对对，他说对对对对。另一位，好来，这个说说叔叔答案。什么？炸鸡腿。对对对，炸鸡腿。然后工作人员给一瓶我们的营养快线，好不好？